那他下面有很多很厉害的歌手，所以不要 judge， 就这样。特别是我的好兄弟黄正龙啊 ，OK，Let's go， 谢谢你爱我。所以我才会把我自己的音乐变成我所喜欢的说唱 rap， 所以我非常谢谢真的 DJI 可以给我一个平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我觉得很开心感恩啊，所以我们掌声给 DJI 好吗？谢谢。好，接下来